名爵六混动版广州车展发布，搭插混系统。日前，上汽集团名爵品牌正式发布了名爵六混动版官图，新车搭载上汽插电式混动系统滤与蓝芯科技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1.5 升，将于本月开幕的2017广州车展上正式亮相。全新名爵混动版与传统动力版本的外观保持一致，同样是采用概念车的设计理念，整体风格偏运动化，行车侧面呈流线型，从而营造出动感的视觉效果。尾部设计相较于车头稍显平淡，但十分耐看。后备箱掀背式开启方式延续了上一代 MG6 的特点，具有较高的实用性。内饰方面，全新名爵六混动版搭载电子旋钮换挡以及 12.3 英寸的全液晶交互式虚拟仪表，此外还装配了 ADAS 主动驾驶辅助系统、 APA 全自动泊车系统、 RCS 遥控驾驶系统，安全与科技配置应用俱全。动力方面，名爵六混动版将搭载上汽滤芯插电式混动系统滤与蓝芯科技，尾标采用 45TPHEV 字样，其混动系统由 1.0T 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，其中其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5马力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80马力，